RTG Mastering 是 Waves 公司与 Abbey Road Studios 合作推出的一款专业母带处理插件，灵感来自于 Abbey Road Studios 的传奇录音传统。这个插件旨在为混音师提供强大的母带处理工具，使其能够在最终混音阶段实现高质量的音频主观。以下是该插件的一些主要特点。Abbey Road Studios 合作 RTG Mastering 是 Waves 与 Abbey Road Studios 合作推出的插件，借鉴了 Abbey Road Studios 的传奇技术和处理手法。三个处理模块，插件包含三个核心处理模块，分别是 TG1241 输入放大器、TG1242 通道压缩器和 TG1414 输出限制器，为用户提供综合而全面的母带处理能力。TG1241 通道压缩器模拟了 Abbey Road Studios 的经典压缩器，具有特有的音响特性，带有温暖和透明的色彩，用于平衡音频动态。TG1414 输出限制器模拟了 Abbey Road Studios 的输出限制器，用于控制信号的峰值，保护听觉器官免受过度压缩的影响。直观的用户界面，插件的用户界面设计直观易用，使混音师能够轻松理解和操作各个模块的参数，实现所需的母带处理效果。 RTG Microphone 模拟插件还包含了 RTG Microphone 模拟，通过模拟 Abbey Road Studios 的特殊麦克风效果，为整体音频质感增色。总体而言， RTG Mastering 插件为混音师提供了一种在最终混音阶段实现专业级母带处理的方式。通过模拟 Abbey Road Studios 的经典设备，它为用户提供了一套全面的工具，用于调整动态范围、色彩和整体声音特性，以确保最终混音的高品质和音乐表现力。